你只不过我头发稍微紧一些。哎呦！晚上好。晚上感觉就是，不然它是假的呀。擦一下镜头。为什么要骗人？我可不是这样子的。变多了，没有啊？可能就是今天头发做的好一点。主要是可能因为今天没有那么的潮湿了，头发就不知道潮湿的东西是什么东西。因为谁会双马尾翘的占据啊，这个一讲出来就是一个谎话好吗？谁会双马尾翘占据？请问明天我准备请问这样子信的人什么什么成分我不说，因为这样子跳我今天是愚人节，我说什么都行。还是把磨皮关了吧。明天我要穿摸哎呀，黑眼圈，算了。然后再加一个明天确实是双马尾，说实话，明天真是双马尾。这个你们倒是没说。因为我们把时间也好长了，看他敢不敢。我真的双马尾，因为明天不是愚人节，很应该是愚人节，应该是我。今天穿罗裙，对呀、啊，天使的尾巴，我会穿罗裙，穿一个。为什么要问好？为什么要问号？不可以。毫无征兆的，菲欧娜就先生了。你们到底到吃一个福鼎肉片。我一直以为就是队伍的签收乐是会偷偷的传。我很挺直的。既然是签收乐这个非常公演。有呢。别打了。天天都在吃福鼎。我家老凑你们这么近，一直都很胖的。行、哦。哎，横过来这个光好像好不错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我去，这个横过来真的一下子就没有美颜，我的磨皮呢？我的瘦脸啊！在吃福鼎肉片，没有在喝、好吗？我的磨皮肉。洋洋，别咬线。哎，洋洋，好，真的是要揍你！我待会儿加了辣椒的，好吗？不会哦，新队伍不跳这套，这三套攻略。这是杨若曦的房间，怎么会有提你？在那个什么，今年会叫什么呢？反正在那个青春时刻之前，应该都不会在意。公演的三套，原本的那个 Miss 系列的公演，不知道哪些手演。新居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点恼火，你懂吧？福鼎肉片是完全没有人，高级麦开的，好的。哇，很乖，喵喵那么可爱，你的信息，谢谢喵，哎呦。
谁叫支配人了？你说呀。有个人说今天支配人帅死了，叫他自己道歉。滚出去！他基本上是跟着我就跑。请问谁跳了支配？啊，对，之后感觉会非常非常忙。嗯，附近肉片，就是感觉等他们水浊的回来吧，就会非常的忙。因为他就不设的是。谢谢玫瑰。现在我跟他们在讲一个道士工业，真的是有点。有点想不出来，好吧，现在准备了。哎，干嘛？我一回来你们就跑，我待会真是。我脸上长了两个猫癣，快看，看到了吗？很悲愧，不能说没有学，就是我们学过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首歌是完全切过的，就是这儿，这个能比能比，他的妈，我刚排完，给我待着，就是很恼火。想到就觉得很恼火，不知道哪个猫有呀，主要是 Timmy 身上也没有了。他们两个是不是有病？哎呦哎呦，洋洋好凶，打彤彤上，他这样，对啊，彤彤上可怜，快打回去，他打不回去了。这首歌叫《浪漫爱》。对，我今天就是我在来的路上就看到有人说。说今天怎么两点钟就在，就是打开直播，一打开来发现说两点钟在机场，我们以为我们在梦里。就只有两个猫呀，都我们来到机场好像说说今天前座变后座，两根半变前座这样子。好，还可以。哎，我还一度在期待今天是不是可以不上班。今天其实让我们来上班，骗我们会不会等到我们一号？其实我的妆今天不帅，不用上班是挺那个的。真的，我今天化妆的时候，我发现一点儿也不帅，因为我是按照可爱的妆化，也不是可爱妆。我刚刚口红，我老觉得我像在裸奔。我怕待会儿把皮肤先裸奔了。谢谢谢谢。每一个进来我都要说福鼎肉片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福鼎肉片。我发现中派的大家总是在一段时间内疯狂的一遍同样的东西，然后你就点进中派送的直播间，大家都要吃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回水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来自还是什么意思？没问，说明你不关心我，你都不关心我吃的什么，你呵呵。回水是广东人说。谢谢贺真的瓜。太晚上。怎么读到粤语和后语？问了的就是也不关心我，因为我都说了很多遍了。总的来说就是不关心你。怎么读啊这个东西？就是没有从我第一秒直播就进来看。不是啊，大家是真的没经验，他要干的是就是在公演开场。总的来说就是。然后大家发现，我已经在跳的钱退给你们了，然后也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一个人化完妆、换了衣服了，他说，今天其实没有公演，就是只去了哦。然后大家就是，真的吗？就是阵仗非常大的跑来，没有提示你们，大家拍了个上下班返图。凭什么？活着一整趟下来，只有代拍在赚钱。不吃了，我晚上都没吃饭，你吃了吗？我下午吃饭了吗？我也没吃，都没吃。工作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吃饭，这就是工作。主要是也不想吃，我去，怪不得今天跳到后面，我真的好想死。怪，真是工作强人呢。确实，那外地粉丝真的要气死，就真的不是，这个真的就不是愚人节了，真的是要，那都是你们要我。你们要报警的程度。谢谢，都还没回来。
一般吧。你们爱看的东西真的是很难描述。你没在化妆吗？我回来。没有啊。每天反正那么晚才到这儿。谢谢，叫我什么七四七零吗？对，就是那种加辣、加香菜的。我说呀，我今天来听到了道道，我说我去，广妈居然会整活，我说真的不理解，就会觉得啊，毫无人在意我说的什么。你们没有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一定在过愚人节吧？今天天都要给我演一个粉丝消失术，你们是在骗我的对吧？谢谢。明天不许消失了，我会难过的。哎，行吗？晚上好。一点也不帅，凭什么？天哪，你叫最好的偶言，然后你叫我回温岁当队长，你能不能？肯定是我的睫毛。对我来说最不放心。吴宇飞人在外地，被我。你们说是横屏好还是竖屏好？还是横屏吧。我叫你们分辨我说的话，没有叫你们不理我。好吧。我本来下午就是，说完话，本来想说打开看看有没有人理我吧，因为横屏没有磨皮了，你们看我都破残画的下巴。不过这个愚人节是爱过谁过吧？好，结吧。但有一说一啊，吴宇飞跟陈鸿宇真挺好磕的，挺好磕的。再这样，你们黄飞鸿我要磕了。陈鸿宇什么意思呀？他横屏 vlog 是吧？好的。为什么要毕业？太土了吧？为什么他们家的黄飞鸿啊，真的有点土。不准跑！他们两个在躲猫猫，笑死我了。对，不准躲猫猫。猫猫当然是躲猫猫啊。跑了秀。还有猫屎，你可能是在他身上折的。对，我就觉得是，但他真的很可爱，就忍不住要薅两下。铜锣烧趴着，我去，铜锣烧上班喽。铜锣烧，铜锣烧，铜锣烧，铜锣烧。夏天快乐。过夏天喽，一起喝酒的干杯。铜锣烧一直都有猫屎。陈鸿宇太，吴宇飞太爱姐姐了。就是，吴宇飞啊，见一个爱一个。出去之后觉得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。就是我们这个。就是他又爱上了一个。又爱上了一个铜锣烧啊，不是铜锣烧，吴亦菲又爱上了一个，吴亦菲又爱上了一个，你们我不允许，我以后他爱上了哪一个，我要先去把那个人给收服是吧？不允许，呵呵。你不要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我要先去，凭什么？鼠标和电脑都是什么的？是啊，我们只是生活中的嘉宾吧。我们在生活里，他只能靠近我们的时候。凭什么？是陈鸿宇可是叫我老婆的，虽然我不承认他是我老婆，但是。是我老婆。哦。你怎么这么多老婆啊？陈鸿宇说我是他老婆，可是你是我的老婆。虽然。我不承认陈鸿宇是我的老婆，但是我也不允许他叫别人老婆，他没叫吴宇飞老婆。我也不允许吴宇飞这样子，行吗？你们懂吗？懂不懂？拍的什么呀？只能我都换第五个了。吴宇飞在群里说他是社恐，
然后他们说吴雨霏在抖音跟别人挤，有一天条抖音都换第一就是他还社恐，他还在群里面说他好社恐，他要回家。我才是真社，我才是真的社恐，我要退群了。就是，谢谢穷人这一关。我以后不想理吴雨霏了，骗子，大骗子。我们在这担心他在外面过得不好，担心他社恐，结果哦，他在抖音里快乐的是吧？我才是最社恐。在抖音里这么快乐，不允许。以后再也，以后我跟你讲，人呐，不要去可怜其他人，不要为别人破防，不然最后破防的是你自己。就是，行了，行。饿也别吃了，大晚上，我是没吃饭。换一首歌吧，我们来听烂俗的歌。今天一天都没有吃。就是，关键是凭什么？我看不得，吴雨霏天天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亲，他看到我跟张睿亲一下，他就，结果他自己，结果他自己，就是，双标，吴雨霏双标，受不了了，能不能把这段剪出来给我的 B 站艾特他？双标狗。狗，你这个狗真的双标，确实是双标，受不了。今天我的衣服其实都不是我的衣服，因为我平时是一个非常的小女，就是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，我根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衣服。这个衣服不是我的，这个外套也不是我的，我可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，没有这么那个的衣服。我女飞只准自己去亲。搞不搞笑 ？B 站，我的 B 站，我是十年博主。下一次跟的时候就是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他是十年之后。没看到，没拍，不是很为什么一定要当着你们？哦，他要看陈慧的初恋，那个我也看到了，那个我也刷到了，他的表情，吴雨霏最低一般帅吧，这个小小只啊，除了流星雨，谁能称之为小只？这么大就帅，不准帅，我就觉得小至少得五十再帅吧，因为我五十就关。我要在十二点之前关。五十截屏。我要就是通知一下公司的法务部，有人侵犯了我的肖像权。谢谢黄坤。你们这样子会影响我的商业。好的，戴上了，很适合我这个外套，虽然不是我的外套。有钱有钱。啊，动图我支持，我觉得我动起来是蛮美的。需要一个动的，我等会儿拍行吗？美吧，这动起来我还是能接受的。我接受不了大家的截图水平，好吗？今天是愚人节，大家对自己的截图水平心里有点数行吗？反正今天是愚人节，我骂的话都可以不算数，不算数。有没有人能给我截图？必须给我截好看的。你们对自己的截图水平就是有点清楚的认知吧，求求大家了。自信要有一个度，不要，我真的想要一个这样子的鼻子。别坑我行吗？你不学，你不想要。如果我以后哪一天真的变成那样子的鼻子，大家别骂我。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。就是，说你们行什么时候是怎么说服自己？怎么说服自己爱这样子的一个人吧？行什么？如果好看，那为什么要吗？你们说说看，你们是怎么就是说服自己？很好看呀，这样子，就是接受度。我从2019年就是这样子觉得，粉丝的滤镜就是可以不用这么厚的。也花了三年，好不容易变漂亮了，结果你们还在这截着脸，凭什么？一块石头不如的照片哈，我真的会生气。
凭什么？爱一个人啊，别在生活的苦涩当中 PUA 自己，生活吗？以自己为重。P 图之后，让人家看见我真人，根本不长那样，怎么办？喜欢自己，喜欢自己的类型。不要就是什么都说服自己接受好吗？但是会精致很多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要随遇而安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有时候要适当的妥协，都是放屁的。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要好吗？好的。不然生活就是会过得非常难过。没有呀，现在鼻子都很自然，好吗？现在的，去我的手居然是我的脸，很多做的都挺自然，有点冷，你们都看不出来。大家不要在生活里因为不喜欢的东西就说不喜欢。喜欢的东西就是珍惜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在教大家把自信用对地方，好吗？不要把自信用在结了崩土还觉得人很美的那种程度上。要自信的在生活中。但是那种拍照很好看，说实话。好吧，生活告诉你，你要接受一切，那是一代又一代的大人编出来的话。生活就是可以挑剔的。我们还活着，就是我们挑剔的资本。所以就是挑自己喜欢，做自己想做的人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这句话也是因为基于我自己希望得到宽容的。我没有一定要道德绑架别人，要求别人一定要对我宽容。但是我的自信告诉我，我希望别人对我宽容，那我就说出来了。没有什么话不可以。今天为什么这么帅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时不时现在说嘛，不然你到晚上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就会为自己白天想说的那句话全部说出来的时候感到后悔。可能这话是因为没有磨皮，就会那个一点。我喜欢我的左脸，就我的右脸，我不喜欢我的右脸。我以前觉得左脸右脸都还行，现在觉得还是左脸。那你怎么直播？因为我的。好像这边颧骨要高一点，哦，这边颧骨要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好的。那是什么直播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试过，我的脸还是挺歪的。八猫脸美让，我去，我有这么多名场面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左脸更流畅一点，但是右脸……我对自己只有那个满头扎着。大长发圈，我感觉我就是我以前喜欢我的右脸，但现在喜欢左脸。干不出来的事情，现在干不出来了。我买了口红，谁亲啊？有的。谁亲啊？那现在给我提一下，快点！我已经把我左脸准备好了。星座应该是跟睡觉姿势有关，还是就是22、23起冬天，也不知道是哪种。吵不吵？那天确实是就擦不掉，对，那圈就对我很喜欢这样躺着，就是躺一躺六，看来需要这样躺，所以就是不用老是蹲在前挡到。哎呀，这个辣椒。哎呀，有没有橡皮筋啊？哎呀，好崩溃了，还有一个花瓶，张瑞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你再这样下去，我整个房间的东西都要是你买的了，我真受不了了！你拿下来行吗？放地上。好的，其实我就是想给你买。你最好是崩溃了，我再弄。哎。这个平凡的夜晚，张润非要给这个夜晚增加一点乐趣。哎呀，
那个花瓶很珍贵的，那是我入毕设里面用过的道具，在我的毕业作品里面的花瓶，我特地拿回来装我的花瓶。碎了，说明应该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我谢谢你已经在开启新的人生，这不是在赚钱吗？在工作了，人已经岁岁平安，我的心都碎了，就是告别以前不成熟的自己，通往一个成熟的人生，好吗？这个是上学时期的，碎了就是。说呀，我等着你说。意思就是我要给你买一个新的，然后通往成熟。先把猫拉住，开始吃了，你就得给我买个新猫了。滚开！对，可以了，相当进步了。他都已经憋出两句话了。上次只说了吃两个字，不止。我刚上次说什么？你上次说了四个字的成语，忘了说什么？不容易，你那个能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呵呵，谢谢。Sad boy, sad.你别逗我笑，有点难读。我要说脏话了，张宇。难难读了，你别让我笑。你读给我听听。我不读。快，能不能给张宇送个奶茶，让他读了给我听听？呵呵。我每天都很震惊，我真的被张宇教育了。哎，你别去弄到他那么熟了，下播再弄吧。好的，杨游戏不让我弄。谢谢这爷爷的奶茶，那你就送一个他谢的。什么礼物你谢啊？我叫他给你送一个，我今晚一再听到这么多。呵呵，都送一下我就知道，就知道哪一个该。别给他弄了，你送给我，可以先去百度。天哪，我这个房间最美的一角就是那一束花，这种现在还没地方立着。别暗示我了，我在没事，你赶紧给我买，我明天就要看到新的花瓶。花瓶不是有吗？坐的。我竟然不把你摁在地上。你为什么坐在我的房间里还能说我呀？你到底谁给你的自信啊？什么人啊？是我突然想到的，好吗？哇塞！别人怎么会想啊？我的反应力变快了。确实，你最近脑子不太好了，可以别这么好。别这么好。谢谢千年万岁的打错字字儿了，可以离开我的直播间吗？讨厌面包。呵呵，我给你干沉默。我今天就把这张的。明天你们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张润了，因为我要去替张润跳 Fire Touch 的 C。凭什么？为了跳张润的 C， 我今天就把他按在这个房间里面。MC， 我脑袋一片空白。谢谢张润送给我的艳姐，你看你多大了，你做错事还要别人给你擦屁股？滚！怎么没有人给我？凭什么？你要安慰孩子，你的孩子犯了错，他现在正处于一种非常惊恐的状态当中，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这种想法充斥着他的心灵，孩子是需要安慰的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去安慰你的孩子。我是幼儿老师，我现在教大家如何带小孩。凭什么？哎呀我去，猫毛都进我鼻子了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去当幼教老师了。谢谢上山略的学长，这种非常简单。我以后要是想去当幼教，我就把这个也编成小朋友跳的那种。穿过一盏天门，蓝色的小屋里，错过的，错过的。
纯白色天空，多少美丽的风景。唱完后面也换不回你那双透明的眼睛。我在幻想着到什么时候才能一起去完成我们的约定，是吧？这个好适合交小朋友，我背下来，马上就是去交小朋友的时候就可以现学生用了。我发现巴黎有很多歌都可以拿去交小朋友，我已经找到以后就是转行的干的事了，去当老师。我最近好喜欢这首歌，我昨天听了一晚上，给你们听。欢迎大家以后就是送自己的小孩来我班上上学哈。哎呀，谢谢莎莎的马卡的 Who say、别吧，老大不小了，别跟小孩挤这个教育资源了。我一点，我十二点就关了。理解一下，咱就是姐这个。如果没有灯呢，会不会吵？三岁小孩了，再大一点就挤不住了。就是有点暗，对吧？大学老师当不了，就是有点沾明亮。这样子很有氛围感，好吗？好冷。谢谢。我本来是想跟大家玩这个答案之书的。别开，一杯奶茶帮他解决一个人生问题。但是老师今天有点不想上课，所以确实这个歌词都挺不错。明天看看心情。行，什么跳开？最近因为发现就是有点喜欢帮别人解决问题，但是吧，就是你去。对呀、参与他人的人生是要自责的，大家就去一杯奶茶当自责。可以，咱宿舍的可以明天，明天给大家答疑解惑。哎，今天的课有点太苦了。我说吧，我这个人的脑子就是糊弄不了三岁。你们帮我想想，明天是加低双还是高双？低双，因为我要加高双。我要加高双。我要加高双。我的那个。哦，我真哦，好吧，我只能加高双，因为我那个衣服不能加低双。我也是，呵呵，我加双丸子头。好，其实就怪了。我就想看那个，然后你弄说出来那个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那个。为了让张亮换一个发型，我就可以贡献出我买的假辫子，我买了很多假辫子。因为我发现Y2K 是吧？对，我买了个黑棕黑棕的，我头发太红了。真的，这个头发我用那个固色洗发水，越洗越红了。然后我那天拆下来假辫子的时候，我的人就傻了，我是这么黑，黑棕黑棕的这个颜色。提前预览一下，真的很好看，好像春丽。可以不说。我那上面还有皮筋，站起来去拿。我准备明天这样，我去拿一个皮筋。我是怎么摔了？摔到这里。给我再拿一皮筋，我不敢过去。等会我又把你的柜子摔了，我可赔不起。没有这个柜子，你赔不起。啊？我赔不起。这个柜子也就你今天那条裤子的钱。哦，好吧。好吧，你赔不起的是我的劳动。这个柜子我装了太久了，真的想死。真的吗？今天为什么会拍到？我去，今天有风啊！幻想一下。哎呀，好丑！我们在这地方已经在这试做明天的发型了，卷死谁？卷死了石珠君。石珠君今天他说不许再做这么多 wave 了。我说我要做。去，但是我不会低霜，因为我那个衣服不是。我站起来自己看沉默了。我也沉默了。好像傻子。我也沉默了。别陈二学的高级吧。我也沉默了。好像精神状态有点问题。我有病啊！好像那种找孩子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可云是不是？我的孩子，脑子是。
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孩子，你是真精神有问题了，我还好，好吗？我还行。幸好今天是愚人节，我明天不会扎这个头发的。你真别扎，我来扎。你千万别，你扎双丸子吧。可能你扎双丸子，我不行，我脸大，我不能扎双丸子，我一定要头发甩下来。哦哟。那我们都扎双丸子，双马尾，这样石竹君也扎，那石竹君也扎，这样子就不会显得我们多奇怪。不是啊，这样还是挺辣的，只要我不笑。但是现在我不在台上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不在台上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的信念感只能出现在台上。阿凯之母，能不能给我道个歉？我马上要帅吗？这个双丸双马尾。我马上要生气了，你能给我道个歉？要那种 Y2K 的双马尾。我真的很有礼貌，我说你能给我道个歉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史书君双马尾什么样？我真没见过。你看看我名字，我都叫不出自己姓。好久没有扎过高双了，上一次扎还是2019年。我上次扎好像也是去年的时候，去年年初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说不清。我一直以为红色的头发扎起来会没那么土了，结果没想到。那我明天纠结一下。土的是我身上的。我纠结一下，我是扎双丸子。我这个脸这样扎起来，我觉得我看。我确实没有扎过双丸子，但是双丸子还是挺酷的。觉不觉得我这个双马尾挺酷的？你觉不觉得我这样子更像个傻子？对。有点像啾啾，快大家快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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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那个动画，快给他们看。就是你们看过啾啾吗？虽然我没看过，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人是这种头发，真的很像。我不想出现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像不像？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hold 不住了。你多弄一点那种彩色的，是不是？绷不住了。主要是上一次那个发下去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都看过，没有甩出头发来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披的这个头发，只要头发披着就很好甩，所以明天我又想把它披着，我恼火。但是感觉披着又不太适合这套衣服。哎呀，我想死了！我不扎的。不是，只是随机播放到。那样子会完全就是太紧了，我没有颅底，我不行啊！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正常多了？要珍惜我正常的样子，我这个样子还是比较真的很好看吗？我还没看。让人好爱一点。虽然大家都在推荐我看，没有大到觉得刚刚那样的好看吧。好，来投票，双丸子还是双马尾？谢谢玫瑰花。想死了。投票，双马尾一，双丸子二，请投。主要是最近觉得自己长发。一是双马尾，二是双丸子。就还挺解的，我甚至连卷发都不怎么做，因为感觉卷就是不能单马尾，我不要单马尾。看来一是不是会胜出啊？怎么二又变得多了起来？看看好吧。可是我现在头发很长，我很喜欢这个长度，我就觉得直发我的还挺。你不懂，这直发是可以甩，你懂吧？看来一要胜出了。我的衣服是毛毛的那种衣服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幻想一下，你们脑补一下。就是那种毛毛的。如果甩不起来，我觉得这首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这首歌非常好的一点就是，它所有的动作都可以甩头发。而且你不知道，头发越长越甩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 Fire Touch 是毛毛的。然后呢？我也觉得是那种，就是那种。哦，我可以这样子，我可以天使的尾巴双马尾，然后 fire touch， 然后再双丸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升格一下的那种，然后剪在开头，就是好帅呀！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甩头发的舞。就这次难得就来得及啊，就觉得非常。在那个 MC 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给转起来，可以。应该来得及，我也不知道。
所以我是寻思的觉得披着头发比较好，就我自己是在录播里面，我甚至都可以剪一个出来。但如果扎起来了，那个就，哎呀，就没法甩了。哇，谢谢小发的业绩，谢谢。哎、是吧，就是如果扎起来就甩不动了。那天那个头发大家觉得很酷，就是还挺特别 的，但是我只是觉得好可惜啊，它甩不了。我就是担心大家为什么大家都是二，凭什么你们说二我就一。想说试点新的头新的发型，因为大家没见过我二，我知道。我也很好奇，我扎双丸子是什么样，会不会很滑稽啊？我也很好奇。我扎过一次，很搞笑是吧？就是真的很像福娃。我想就是扎的比较酷一点。对。哦，那就还好。纠结一下。那应该还好，因为我这次真的扎了个纯可爱的。我再试一下。但是明天要好好弄，如果真的。单马尾这个东西吧，它真的不太适合我。我觉得单马尾这个东西非常考验人的一个颜值，非常考验，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必须得很瘦我才能扎单马尾，最近有点胖。好看吗？最近容易有点担心自己胖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最近就是都做直头发，我生怕自己看到某一个瞬间自己太胖了会破防。扎那种 Y2K 的，然后留几个须须出来的那种。所以我见不得自己丑。怎么样？我现在去拍照，我都说不要拍我。那还是有的，如果我大光明就很不适。我就是，反正我在外面。我大光明就很不适。那个姐姐也是，她想站在右边拍，那边画更好。我说姐姐求你了，我说不行。我一定要我的遮脸，别想象，我要破防了，别那么胖，吃什么？那怎么样的那个腰和腿都瘦不下来，主要是马上要诞生蛋了，我就很焦虑。因为生蛋我啊准备了一套婚纱。哦，而且我记得圣诞那一场好像会有合影吧。我上一次豪哥的那条裙子，我去，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胖面头，有这么多人。胖面头，如果我现在做应该也是好看的，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脸太瘦了。如果我现在做应该也是好看的，因为现在的脸好看。所以我说什么都好看，很重要。因为我去年是生日的图就太丑了，就今年我想穿那个婚纱好吗？然后就是想要一个漂亮的照。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张子。那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，大家想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要约那个合影。对，约合影这次会有婚纱。我不是说我觉得自己脸好看，只是现在比以前确实要好看一点，因为我以前真的太瘦了。但这次生日有就是有跟瘦不瘦、就是，就是因为好看我才会自信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先后程度你们知道吗？是因为我先好看了我才自信。是这样子的，倒不是我自信了才觉得自己好。还有烟雾可停瓜的。虽然最近还是很坚定的想做个女人，我跟姐姐的要求是我不要裤子，就是我说千万不要给我配长的工装裤。好忙啊，最近你们能懂吗？就是乐观，事儿好多呀。最近从我嘴里说出来劝你们的话，都会比以前看起来乐观。以前大家都想死，我说太好了，我也想死。这么忙，我还报了两个，一个前座，一个两分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等他们水哥回来会非常非常的，会非常非常的忙。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课呢。我也不会强制自己减肥，但是不会说节食，节食这种的，因为我的胃不太好。谢谢小一的权杖。就是为什么不夸我？我今天穿裤子了呀！哎，你又怕说不想听？我明天刚跟你说去是吧？
笑死！我有穿裤子啊。二奶奶说有优米糖，就但是你删哪一部分优米糖呢？这个又很难去决定。主要是下周应该就哎，下周是不是就九号了？对啊，下周星期六就要，下周就要拍档了。没有我可，我在说拍档，没事了，我不要再跟他们感情任何事情，破坏氛围。我在说拍档好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了，你只在意拍档，他不在意。我要走了。你能走到哪儿去？你的房间就在这儿，我天天都来。我把我房间搬走。好吧，那你，那我无话可说，搬到我搬到我房间来是吧？你搬下来。那我可不行，我可不能抛弃搜索。谢谢搜索的时候叫你不要霸占我。谢谢张老师的对权杖。什么搜索今天和我争夺杨若曦，然后我一句话让搜索哑口无言。我说杨若曦是我老婆。不是搜索让你哑口无言吧，搜索说你是外人。他说我是新新的。我说你，可是他说了这句话，我说没关系，反正杨若曦是我的老婆。好抢手啊家人们。谢谢权杖。哇，现在都偷着乐。好对，八加八呀。哦，那你们确实没看到那个八人 unit， 我想死，谁说没有人知道的？你们都是看到我们要跳什么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想死了。我真的想死，我也想死，因为我们的歌太可爱了。我们的歌就跟张任身上这套衣服一样奇，受不了了。有一首歌特别可爱，我就很喜欢，但是我跳不好，所以我就有点想死。太难听了，我跳不了，我想死。哎呀，我也挺想跳那种帅的，说实话。我想啊，结果就是跳了这个 fire touch， 然后发现，我还挺能扭的。好吧，确实。真的，他们原版跳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喜欢。有些还跳的挺帅的，有些跳的挺正常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就纯粹把它跳成了一个女人歌。我想想我们的歌有什么。和现在差不多吧。哎，看了就知道我们被拿来这么多瓜。其实我们现和现在的歌差不多，只是更新换代了。我不会死的，生活很美好。为了今天晚上赚到的钱，我的也没有很可爱，就是他的。活到下个月，好享受。应该那几首原比较元气，你来穿。我不穿。和你今天那个裙子好配。对，我今天我发了他姊妹那条皮裙，跟张瑞身上这套简直是一对。不愧是我老婆。我们应该两双人占据。我应该觉不觉得我应该今天跳双人战局？你跟我跳战局会显得你更瓜的。是啊，你不要去跟两个瓜一起跳这个，就会显得你很，哎，很软弱。对，你们在救急路上，你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使。哎，我真是。是吧？不是我觉得态度非常好吗？你们就告诉自己今天只要省下了一块钱，就先别死了。毕竟。省了一块钱，总得留着明天花吧。一点也不好，说实话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后半段，我很紧张，很尴尬，因为我的衣服掉了，我都不敢动。有什么危险？然后我动作后面，我都发现我比他们慢了一拍。我真的，我当时很害怕。你们老在这地方替我们，你们懂吗？真的很尴尬。我们三谁同意你们帮我们选队长了？看出来还得了？好吧，请问。他们在什么时候同意你们？请问，看出来还得了？对啊，看出来就是事故了，还得了？主要是我很害怕那个衣服很透，因为正好把那个外套脱了，我当时就很紧张。你们懂吗？我当时就不知道我，对，幸亏是黑衣服，不然我。立刻跑下去，而且我其实黑衣服我也很害怕，会很透，因为他正好脱那个衣服的那个动作，他那个有打光，把我吓死了。然后再往后天可以吃了，吃完之后结束了，我就感觉再有美好的一辈子。对，真的把我吓死了。然后后面我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们看后面有一个这样的动作，我都是这样子，真的很尴尬。这是很多人的一生而已，大家的一生都是短暂的，都是按周围计数的。难道不是周一说
相思。周二算了，都过了。哎，别仔细看了，别看了。周三，哎，这周好像都过了一半。别看了，我都不敢看。再努力一下吧，周四。因为我真的当时把我吓死了。周五，我去下班就能嗨了，先不死了。周六，快乐的生活。再过五分钟我就关了。谢谢荧光棒。哎，怎么又有点想死？这熟悉的感觉。他们 N 三。他们 N 三，你已经不是我们 N 三的了，杨若曦。我们三，我们 JZ48。好的。我马上是上任 JZ 守队长了，所以我要说话要官方一点。我们 JZ48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的，哪怕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小偶像从这离开。大家的韭菜被割了一波又一波，但是我们的公司屹立不倒。下周三放假，为什么？天哪，我要去当总队。愚人节过了，愚人节了，没事儿。刚刚没说话，那我们就应该说一些正常的话了。刚刚没说话，啊，清明节，好适合。今天是清明节。下周三放假，他们说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大家只能认真说话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说给自己挑的快目的了。五号七，接下来的几天我不会说自杀了，因为这样子会赶上过清明。我倒是不想过今年的清明。漂亮是正常的。所以我现在是很认真的在说话，这个、我不想过今年的，毋庸置疑的。我还有很好的，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今天赚到了钱，明天就先不死了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。是啊，哎，过清明节的时候会不会塞车啊？黄泉路上。我们就是大家都开车出去，这首歌放完应该就可以关了。亲人是不是也在听一下吧？路上排着队要出来见我们，是吧？感觉还是挺可爱的一句话呢。枕头，可爱吧？这可爱的世界还是多回几天吧。是，听歌吧。现在是正常的听歌，我还希望大家能够热爱这个世界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个世界。然后我就会跟你讲，热爱世界，热爱生活。我的猫猫在下播，菲菲房间，因为他那个房间他不住。然后因为我的房间现在放不了，然后他就在那个房间玩，然后每天去看他。可以不热爱追日播之类的，但是一定要热爱今天的生活。就是说白了，我们只是在生活中，甚至就是主要是他被关起来，在房间的话被关起来有点可怜，你们懂。生活当中，然后正好这个房间是空着的，只要在那一瞬间感叹它的美丽就好了。然后他就因为这一刻的去那边了，而且就在我附近和我住的，喜欢都不好的。其实那个玻璃在那个柜子里面，菲菲的猫在他家里，就他们住外面嘛。然后对，然后他那个房间是空着，觉得世界好美好。所以就可以那个，他就可以在里面玩。到夜晚了，我得在夜晚传播一些正能量。你们待会儿有正在 emo 的朋友，听完我的直播说，天哪，那人心想要自杀，那我更该去自杀了。果然，到这个世界大家都想死，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我死了也不死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对啊，要不然感觉他好可怜。所以大家在晚上就是热爱这个世界。主要是我们房间太小了，我们东西太多了，发现他没有地方走路了，然后就整天过的生活。但是哎，今天这里还干得挺好的，然后那就多十分了，大家拜拜。很美好的，拜拜。而且主要是很可怜，会抑郁。不要在夜晚，拜拜。夜深人静，自己孤苦伶仃，要觉得享受自己。